教書我唔教，之後都有機會可以翻翻嚟再教啫。如果我唔跑，好難翻翻嚟再跑噶咯。如果過咗呢個黃金時期，我就同校長講：校長，我要 quit 啦份工。242，我要達標，我要去奧運。Olympic athletes have a minimum of 10 years of training or 10,000 hours of training to be an elite athlete at a very high level. Alison's not even close. 但嗰條嘅重斜嗰條，呢啲係 baby slope，baby slope，baby slope。OK， 嗰啲係 sharp slope， 超感動啊！但其實真的不知道行不行過，喂，不要再想啦，咁我就盡力去跑咯，我冇放棄到。不管是狂风暴雨，不管是沧海桑田，跑进至我的心灵，跑到即系我五成家已经订晒机票噶咯，即系好早之前一知道可以开始订机票，我哋已经谂住去之前，我从来冇谂过佢唔得喎，好孤单啊，自己一个喺香港。就是為了這一刻，所以我就盡自己全力衝衝衝衝衝回終點，最後做到了，做到了12.50啊！人一生有幾多個十年呢？那我覺得抽了這兩年時間出來，我經歷了一些不一樣的事，原來人的極限可以逼出來的。所有什麼包袱，奥运会只是一个暂时的目标，人生目标很长。哎呀。